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第四届吴清源杯世界围棋女子赛的决赛第一盘的比赛，那么是由崔晶对阵于智莹。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童云老师为我们进行讲解。童老师好。老师好，各位棋友好。今天的这场比赛，童老师是不是可以称上是世界女子棋坛的巅峰对决？对，我刚也想说来着，他俩应该是代表着女子棋坛的最高水平。是，也是中韩女子围棋的强强对话。世界棋坛应该是他们俩最厉害现在。这盘棋我看很多棋迷朋友都很期待。是，他俩打进决赛也算是可能是，棋友们最期待的一对组合了。是，今年是吴清源杯的第四届，我们刚看到的现场的画面。对，这个应该是在福州举行的吧。在之前的历史比赛上，崔晶是获得了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对。于智莹呢是获得了一次的亚军。哦。两位女王在这次比赛当中之前没有相遇过，就是在决赛当中。那还很奇特，因为他俩应该是最厉害的。是。理论上来讲，应该会对上的概率会高一些。就是在实力上来说，应该是中韩女子，就是各自的对领军人物领吧。军人物是对吧？对对，这是现场对局的画面。对。好，今天于智莹是直接弃段了。对，他刚刚升段，好像是上盘棋赢了之后，进入了决赛，同时升为了七段。是，对。现在的升段制度是积分胜啊，看胜率和积分是吧？昨天对。刚刚刚好是战胜了王晨星，对。成功的升了七段。同时操戈了一下。是。好，那我们进入棋局好。这盘棋是一只黑棋，对对崔对，晶是白棋，对，他们这应该是我们一翻起来棋欣吧？赏一下两位女子棋手的对决。对，小目，白棋星位，对，黑棋错小目，白棋星，这个布局好像比较少见了，现在下的人不多，不过能看出来，于智莹应该是想着先稳扎稳打，先稳住，他们之前的交手次数也很多对，哈，应该是挺多的看历史的战绩要高达30到40盘哦，这么以多上，是的，那胜率应该也差不多吧？是，现在总战绩差不太多但是小鱼呢，这个战绩可能是赢在了前面近几年的话，崔晶战绩可能会稍好一点对，最近好像是崔晶的成绩是相当不错，不过我记得他刚刚的一个比赛是输给了这个，吴幼珍吴幼珍，对对对，对，就是被在翻上盘个礼了，拜，对，所以现在可能他是状态火热当中那个一点点的波动期，是，1.33，而实战白棋选择了挡在这边，对，啊，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有悖于常理，因为黑棋这边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铁头是，双方都没有发展的潜力，但是呢，我们再看几步就发现了，崔宁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发展这边，也就是说跟我们的常规的这个观念还是相应的只是这步棋看上去有点不像，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他还是要走回来，就是因为这个飞的诞生，让对，这个挡的方向没有像直观上的感受，就挡这边只是为了发展这一边，对，实际上他还是要走过来一步，就只是一个转向，对对，基本是还是要走过来。然后实战白棋是走了搬了段对，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后续下法。局部它必须要走了，如果不走的话，虽然说不走也是一个下法，但是在这个局面下，如果被黑棋抢先下到这个打了立的话，或者也可以打了虎啊，这两个都行。那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后势就真的是对着这个头了，是，对，方向就真的不好了。所以，如果说他贯彻他的意图，就必须要接着走，搬了一段，就继续把这个局部完成这个定式。对，那下到这里的时候，关于这个定式，童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这黑棋接下来有打在这儿，还有对，是在这儿两对种对，下法是的，那打。如果是打在这儿呢，后续也有很多种后续的下法。对，就是在这个定式当中，能否给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用哪一种会更加的合适？好，啊，就是如果是首先这个跟征子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要吃的话，基本上就是征子有利的时候才比较好。哦，是这对，个，因为这这跟个征子有关系。被大家戏称为这个十字架定式，它这个对，形状有点像十字架，是，对，做成这样。
粘上。嗯，然后白棋也只能吃在这儿。对对，让黑棋打吃，白棋粘上。粘上。然后呢，因为如果征子不利的话，黑棋只能飞。啊不，征子不利只能搬。因为如果飞的话，这个被征掉了，直接这个黑棋就亏了。因为就是如果是征子黑棋有利的情况下，白棋只能飞在这儿。这样呢是一个两分的局面，但如果征子不利被征掉，黑棋就亏掉了。就这样吃的太干净了。对对对。如果飞的话，之后还有各种顶啊、动出的顶尖，对都有借用、手段，是不是这种就是类似有征子的定式？只要一手棋被征干净的，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比较满意的。对，因为这个征掉还是比较厚实。嗯。所以黑棋如果征子不利的情况下，大致是只能搬这个。啊，只能搬这个。对，这样白棋就稍赚一点。嗯。啊，打吃完一跳。这个字，对，打成一跳，然后黑棋拖一个，哦，或者白棋吃也一样，基本上这两个倒差不多。我刚刚浮现的这个图，因为我之前看更多的是打嘛，对，这两个一样的是吧？基本上是一样的，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黑棋也有跳也有长的，但这个其实基本上各有利弊吧，总体而言，不论怎么下，应该都是扳的这一方，也就是在这个局面下的黑方是稍亏一点点，但你要说亏很多嘛，也谈不上，不过征子不利的时候一般会看到很少有人吃了就。这跟征子关系很大。现在这个局面其实黑棋就算征子有利，白棋飞一个，黑棋的方向也不太好，就算征子这个问题我们不谈。就算白棋飞一个，黑棋的方向主要还是走到了这边，也不太好。对。这边刚好是一个三线硬头。而且没有发展的方向。所以吃的话基本上在这个局面下是不太可能的，就是黑棋的方向。那童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就这个除了它跟征子有关系以外，那如果换一个局面，比如说这边白棋是白棋的势力范围，那黑棋这样转出来，那就非常好，可以接受，是吧？虽然局部本身被征掉，对，局部来说的话，黑的可能不是那么满意，但结合全局也能下。对，如果是这边白棋很大的话，黑棋又想转过来，可以下这个扳了，就不会被征掉。这个亏的有限，这个如果被征了，还是稍微有些不肯的。就下这个扳就行了，转过来黑棋就不错。对，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崔京应该是不担心吃了。对，除非这边大过于这边。所以我们看到实战接下来，于志英选择的是打吃。对，这个就比较简明，争先手。对，打在这儿。打吃白棋打对那打在这儿的话，这接下来黑棋也有好几种下法。对，黑棋有断吃的，对，就觉得这个定式现在越来越复杂。对，甚至脱先的也有，是脱先不走了，就你提的时候我再吃。那童老师，面对现在下上这样的话，那么黑棋是打这个或者提或者脱先这三种选择怎么来抉择呢？就是如果周围作战有利的时候，那肯定是打吃。如果觉得这个局面打吃也没什么把握，然后又想简明的话就提。其实提跟脱先我觉得应该是难说好坏的。提是最简单的，就不想在这个局部过多交缠。但是唯独是作战的时候可能会打出来。我记得之前最早就断黑棋吃白棋吃的话，就如果黑棋提的话，最早的时候觉得白棋挺满意的。对。你把黑棋打进去了。对，就是刚出现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刚出现没两天的时候，我也很那个觉得白棋不错，但是后来发现这步棋啊，稍稍的一思考就发现了，这步棋白棋实际上是非常损的。如果这两个拿掉，黑棋肯定是大亏，因为将来白棋利还是先手。是。那这扳一下呢，把所有的先手都给卖了，而且还损目了，因为这个粘变成后手了嘛。所以因为这一下，白棋就没有享受那么好，而且将来黑棋这个地方一点，还能稍稍的给白棋一点点的这个压力。所以就。差不多了，这个。就这个图双方都可以接受。对对对。从局部而言双方都可以接受。是。断打吃。实战就是提的。对，实战是提，就选择了个简明的。这个肯定也没有问题。基本上在任何场合下这个提应该都不能算是问题手。然后接下来黑棋直接马上就点上来了。这步棋很积极下的。对，这个棋。直接点上去了，也有适应手的意思。如果你接上嘛，那我就便宜了。如果你往这边走呢，那我就这边走的变化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实战白棋走在这边的话呢，他就是说他有这个点的话，多了个断点，他就从这边挂过来了。其实他这步棋多多少少有点适应手的意思。不过要是我下，我可能会飞这个，因为这边的话，黑棋虽然说多了一点，有个先手，但是好像不是很大。
这边相对来说更急一些。那如果白棋选在飞这、飞在这里的话，这个黑棋是不是就不挂在这儿了？黑棋可能就未必会挂了，因为这个白棋这儿多个子儿跟在这儿的话，黑棋的选择可能会有点变化。是，就是白棋的应对会影响黑接下来的选择。对，对，所以点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适应手嘛，是通过你的应对来选择我的下法。那这个粘一个不肯是吗？粘其实有些时候也可以，但这个局面白棋主要这边一拆，这个太广阔了，不担心断，所以就如果这边黑棋已经有子了，那可能粘也算是一部分。而且很多时候在心情上觉得就被人点到一下。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个点，可能说实话都各有利弊，是，但是可能就是心情上哪个更好，现在就选哪个，这个没有绝对性的一步。实战拆到这儿，强调这步棋的损，就是这步棋，有一种我走这不理你的意思，我开拆，然后呢，顺便威胁着你就够了。对，所以这个应该是最狠的。点完之后，这里明显出现了一个断点，对啊，但是不要着急，对啊，这个断点可以以后等待时机再进行冲击对方。对，让实战先是挂角，对，这样的话就能发挥一下这个子儿。如果白棋比方说手脚，那黑棋拆过来的话，那这个子儿就这个断点就越来越显现了。所以他这个还算是一个对于黑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连贯的一个思路。挂角白棋选的是一尖低加。对。这个如果是走尖顶或者小飞手脚，那黑棋就拆过来。也是担心黑棋拆过来。对，拆过来之后可能这个马上这个断点就要出来了。那这个断点一旦白棋要补的话，那这个白棋就不肯了。所以他这步棋呢看似只是个夹击啊，实际上他传递的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这步棋我尽量这个断点我省下来了。通过这个定势，如果能走得很厚的话，这个断点就不用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用意。这样就相反了，这样的话你就得马上就得面临这个问题。不论怎么补都不太肯。子效不是很高。对，主要这个拆别可能距离太近了，如果补的话。是的。那如果你要补的话，你还不如粘一个呢。这样如果他挂角走成这样的话，你可以拆远一点吧。是。对。所以既然拆到这儿了，那这个地方白棋还是要夹击过来。挂角。白棋是一尖低夹。对。夹在这儿。黑棋反挂。黑棋是双飞燕。然后白棋是靠压在这里。对对。这个是一个就是周围有子的时候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定式。就是这个双飞燕之后白棋靠压在这边的定式。更多一些。更多一些。或者说更普遍一些。不过在现在我感觉似乎没有人碰到。对，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定式，当然我们学定式也好或下定式也好，好像更多的压在这儿。但是现在是不是都选择在这里？对，还是这两个呢？有跟场合有关系呢？就是在哪儿？一般来说呢，如果说在 AI 没出现之前，那肯定是靠压的多。但是靠压这边也有。不过在 AI 出现之后呢，感觉好像大家都靠压这边。都靠压在这边。因为这个靠的话，黑棋简单的进角就搬了一坨进角。就下个最简单的定式，你就摆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都搬一个断。然后这个是拖。对，就是比较普通的定式吧。这可能会觉得对吃回来。这个白棋就可能在 AI 眼中它不是很肯嘛。最重要的是将来这个立完之后又一打。对，还有借用。然后各种后面还有压等借用。对, 对, 对，是的。觉得这个效率不是很高，对是吧？所以人类就这个算是放弃了这个定式。很少见了，大家如果多看棋谱多看直播的也会发现这个上靠在这边的好像越来越少了。是。所以更多的是选在靠这边哈。这个在 AI 时代之前它就是一个追求效率的下法。它就比较追求。就是因为如果黑棋正常搬白棋长。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下这个定式拖。对。对。拖在这里的。这个是比较早的，然后一接。粘上。对。这白棋粘上。对。然后黑棋虎。白棋小尖一个。大概走成这样。那这样白棋我们看刚才那个比实地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下法本身它存在就是代表的定义就是积极的取地。当然一般来说我印象中都是白棋这边比方说有拆二或有高拆的时候才会下。否则黑棋有可能从这杀出来。对。但是它一直都有其实。那这个局面如果杀出来的白棋是不是很怕？感觉不怕，因为白棋这个好像挺厚的。对对对。所以如果像这样黑棋目前
就只能虎。对，那虎的话，白棋还是挺满意的。啊，那这样白棋整体的这个效率挺高的。对，效率高，而且这边这个段几乎就不怕了。是。啊，这两下都亏损了，这样看。是的，所以黑棋还未必肯。嗯，黑棋不肯哈。嗯。实战也没有肯哈，实战点三三。实战黑棋是走点三三。对。嗯。这个可能更合理一点，更符合现在的围棋理念。是。嗯。点的时候白棋虎。对。哦。虎，黑棋粘上，黑棋粘上，对，嗯，这个粘上，嗯，我觉得爬过来其实也可以考虑，嗯，爬过来，然后再去吃一个，嗯，这样应该也比较简单嘛，然后把这个出头，对，实战它这个粘肯定是最凶狠的，最追求的，嗯，不过周围都是白子儿，这个作战起来形成任何作战，黑棋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上风的感觉，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定式的格局就是黑棋拿角，对，白棋无论是这边还是这边要个外势，对，那实际上这个粘的选择，对，就是两边黑棋都要，都想要，就是比较积极，嗯，是，但是一旦形成战斗，激烈的战斗，黑棋就，我在想是不是小鱼在期待着白棋挡这边，因为挡这边也是个定式嘛，挡，然后这样黑棋搬，这黑棋是搬，可以搬这边，这个也可以，要搬这边，我在想他可能是想下成这个定式，搬白棋团，对，然后他爬一下，这样呢，由于这个丁先手呢，黑棋是可以碰在这儿了，这是有一个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局部定式了，这样呢，这个丁是先手，白棋拿黑棋就比较难，嗯，所以他可能是不是这么考虑的，嗯，所以才去粘上。因为从实战来讲，我觉得黑棋有点重走的自己，嗯，这个可能是他理想图，这样黑棋都很轻，这边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了。这样白棋怎么办？白棋是长还是搬？可能就长了拐回来吧。啊，长了拐回来。对，因为如果你往下立的话，我一般反正黑棋很简单，我只要把你压缩就可以了，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嗯，长的话，黑棋可能会立这个。白棋挡，然后再搬。哦，单搬不先立哈，单搬。嗯，那白棋拐一个。对，可能就这样。我猜测，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想的，就是猜测他粘上的意图，因为本身粘上感觉上有点重，稍微是。嗯，要是我下可能就爬过算了。嗯，哎，那粘的时候，白棋挡，黑棋搬这个呢？也有搬这个，也有搬这个的话，白棋就是点 R， 点这儿。对，直接点到这儿。对，因为这个没法搬下去了。嗯，搬下去的话，被一接就全搬回去了，这个白棋有点受不了。是。所以点，那这样的话也是形成战斗。黑棋这个其实也是有可能，但黑棋反正就尖出来。对。好，也只能尖出来。对，白棋就贴一下，然后再拐出去。嗯。反正我是感觉黑棋挺重的。对。这个白棋可能走着走着，这个子儿有可能真的也无疾而终了。感觉上白棋是没有任何担心的，白棋随时一立就活了。是。然后呢，你一搬我一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也打不进去。嗯。局部黑棋这块棋没有活。对。啊，这块就需要处理。对。黑棋处理两块棋，感觉兼顾起来比较辛苦。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那这个图的话，黑棋不是很满意。对。啊，那如果白棋挡的话，小鱼看来还是我估计他是还是想搬这个。对对。像刚才那个定式。那崔京实战呢？没有挡。对，实战他应该是，没有选择挡，识破了这是谁的意图。对，实战是直接小尖，对，也下得非常凶狠。对，这个小尖比立好像还要更狠一点。嗯，这样对脚步压力会更大。对，小尖黑棋是爬。嗯。啊，爬在这儿。白棋跳住。这感觉白棋的这个很。这个配合很好，把黑棋封锁了。然后呢，这个地方有爬，这个地方有点，黑棋还是多多少少有些难过的被封进去。也就是这样，我才觉得这个粘可能有点问题。如果是挡的话，可能白棋还不太肯吧。是。下到这里的时候，我上午的时候，不，这盘棋中午下的。中午的时候，然后看了一下推荐 ，AI 推荐的胜率，下一步棋。想童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他推荐是这是弯一个啊，对，真的吗？是的，啊，这个我这个我有点解读不出来，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对于这个弯啊很强调啊，那可能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看错了。这个我倒没注意到，他可能是觉得猴完之后，这个虎和党总能走着一个吧，只能这么理解了。这然后个，对于这边是有坚固的活对，体，是吧？也只能这么去理解了，不然看上去乍一看奇是有怪，是些惊吧？人的是的，啊，因为实战黑棋是挡在这儿的嘛，挡挡的的时话，候，莫非白棋就虎了？白也没棋有没吧，有应该。虎，白棋没有哇，虎，这个猴确实很难想到。有一种后中先的感觉，是对，吧？就是该我动我不动，让你先动。对，就这感觉个，是在积蓄力量。对，很有意思的一步棋。挡的时候白棋实战是加，对。加在这儿。我印象中白棋好像是推荐虎哦，也是虎。的，因为这是不是有个点？对，点就是虎完之后，黑马上就棋要点对出来黑棋这边如果硬的话，这边就要点。了。黑棋这边如果走一个，这加也很厉害。对。啊，实战是直接加在这儿，这个加应加，该黑棋马上去猴也很难想到，感觉是，加也是应该是正常的一手啊。加，接下来黑棋是虎了，黑棋是虎哎，这但我觉得这个虎，这个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先保留着？这将来尖一个也防住了。其实这个虎毕竟啊，白棋那虎在那儿还是很有价值的。是。如果你尖我也挡的话，那我其实它这个虎不就为了防点吗？那我这个尖也防住了，而且也能贴出来，所以我暂时先不走了，先就像实战一样飞出来，或者往这儿飞也行。但这个点暂时不怕的话，将来有可能是利用尖的，而不是利用这个虎。虎跟这个虎呢，这几个子儿就越来越难以这就个。暂时这个点不怕，对，等白棋点的时候，黑棋再虎在这儿，不点的也时候是我直先接胜。挤就行了。哦，直接挤在这儿，对。对。所以就是当你虎的时候，我可能就不是虎在这儿，而是尖在这儿了。对，因为你虎到这儿的时候，我这个棋就没用了，对于你的这个后保，所以我就尖了。是。或者说将来走着走着，我只要跑了没问题的时候，我就尖一下也防住了，不用去虎这一下。这一下还是把那块棋伤得有点深，感觉，是，感觉上这个虎应该小单有问题。飞出来哈，或者飞这个，对。因为主要这个什么时候虎都虎得到，对，你啥时候一点，我就什么时候一挤，这个你都啃损了，我也就啃损了。是，对，但是你没损的时候，我就自己去损，我是不太情愿的。实战是黑棋先虎了一下，对，这一下这这个白棋虎又掉虎，了。这感觉，虎的时候，白棋虎，虎得很心痛啊！对，这天多个越子，发的觉得这三个字重了。对，这多个子，对这三个子，压力还是很大的。是的，那怎么办？那接有点下来苦，黑棋，黑棋稍稍有些苦，这三个字儿。是黑棋飞出来，飞，这只能出然逃后白棋冲，了。然后黑棋挡，接下来这个小尖，对，这小尖是棋形啊。拿捏住了黑棋的棋形，这样这个白小棋尖，就已经溜掉了，然后就剩黑棋自己跑了。这个结果，白棋肯定是没有任何不满的。黑棋反而会头疼，将来这五颗棋子怎么处理？是，这我觉得白棋在这个定势上应该是稍占上风了。然后接下来，黑棋是走了一个大跳，大跳，大跳，感觉上还不错，把白棋这很个后精势灵是吗？对压缩到三路去。就这个断虽然存在，但是黑棋也不能轻易断上去，它得有用才能断。对，因为白棋，大家记住一点，两块活棋就不要断了。现在这黑棋一断，显然白棋两边应该怎么走都不会有生死的问题。是，这黑棋如果飞下去，飞就拖拖回一个，去啊，没有或者棋白棋留可以先下。虎一个也行，这个先虎一个黑棋，麻黑棋对，下。这个被扳有点受不了，是。同时这个地方也彻底 hold 了，是。这个地方就算现在该黑棋动，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手段冲击，是，所以他这个轻灵一点反而好。不给白棋这个跳一个，走中的机会，然后黑棋是白棋是跳这对，个，跳这个在局这儿，部我倒是看了一下，白棋好像跳在这儿稍好。从结果来看，啊，他这一跳被黑棋这个小鱼刚很好一机敏的靠这一是吧？靠，这个就很头疼了。是，按照常理，白棋肯定是硬住嘛，但这个上面被虎一下，这个白棋被压缩的越来越惨，不太肯。但如果反击呢，这个实战长了一个，这被黑棋一断，这个有点痛苦。这个白棋等于说。欠了手棋了，
这个段成先手这边的话，黑棋这些子儿位置都还不错。嗯，就感觉黑棋找到了头绪，有棋下。就算我们跟刚才这个图比，就算我们跟一开始的这个图比，黑棋等于说也把白棋压缩回去了。后来，啊，白棋甚至如果说刚才我们这个，走这个虎不走的话，飞在这儿也是有可能的。那实战呢，白棋等于说被压缩到回到二三线了。所以黑棋还是比较成功的。那实战黑棋大跳，白棋跳这边，他如果跳这边是担心什么？他可能也没啥担心，就是可能第一感觉跳这边。但这个比较符合人性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个地方白棋肯定要补，因为不补的话呢，黑棋一跳，这白棋就得去下单关了。是。对。那然后呢？那白棋的下一个思路肯定是我必须要走，走的话呢，这边三个子，这边一个子，那我肯定是往薄的地方走。然后兼顾那个子少的是吧？走薄的一面。可能是这么想的。照顾一下他的感受。但结果被一靠呢，这不好棋一下呀，白棋又开始纠结了。我是让他再爽一下呢，还是给他留个断点呢？啊，所以回过头来看，可能这步棋有点小问题。嗯，来跳回去。有点不肯，稍微。实战白棋，没有回去真场。对，没肯。但这样黑棋在断，虽然说同样是断活棋，但这个白棋本来就被压缩进去了。白棋冲。对，冲完之后只能去二路打。因为吃在这儿的话，这个接又先手了。对。那这个黑棋断的就很爽，把白棋断了，同时最主要的是把白棋压缩到二路去了。这个很爽。然后一碰。把下得很灵活。对，这个可能是第一感。这样的话，黑棋这个可能就好处理一些。这个碰的时候，这虎还虎得着？应该虎不着了，毕竟黑棋是活棋。你虎的话，我可能要下来了。虎的话，就看白棋怎么下，黑棋怎么下是，可能是尖一个吧。尖一个。第一感是尖一个。哦，你这一尖的话，打破了我的计划。我本来想你立，我能穿上去。我就看立被你穿出来了。你尖在这儿，好像刚好堵住了我的路。对。所以这个时机走不着了，是走不着了。而这搬的时候也不是绝对先手了，里边现在搬的话，黑棋应该会倒，因为你打我可以粘上，白棋没气了。对，是啊，就是将来你有气的时候也是个大劫。所以这个不是决心。是。那对于白方来说，白棋实战的下法也是至此，应该是没什么办法。我看到了，实战搬了打，就是搬了打。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然后这个时候就黑棋比较纠结。这个挖吃，这个时候比较纠结。对，因为挖吃可以把仨吃了，其实。不要了那个。对，这个子儿虽然说轰了很大，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白棋这朵花对着黑棋这个铁头。然后呢，这样的话，这四个子儿已经是吃下来了。黑棋也彻底安定了。那这两个图，感觉是挺难说的。我在想，是不是也是这个除了技术方面，也是考虑到这个心情，这个被拔朵花不太好看。其实这个也挺实惠的，吃了。这个十多目加上白棋的目可能有15目以上，是，然后彻底厚了，白棋还得走花手棋逼住。我觉得按就是在这种面对抉择的时候，就两个图都感觉还不错的时候，可能个人的风格对会影响他的选择。对，就如果比较喜欢实惠的，对，喜欢把这个实力拿在手里的，可能会选这个。对，而且可能也是考虑到世界比赛慎重一点，这个图判断如果一旦出现偏差的话，这个被拔朵花有点不好看。是。长是比较常规的下法。于志莹的棋风应该算是比较均衡的。对。啊。对，比较均衡。他还是技术还是比较好的，技术水平。所以他应该还是主要是判断的吧。但这两个确实应该是在伯仲之间。是。然后实战是黑棋是长啊，选择长打回去。断吃一下。断吃一下，那这个就简明了，双方都握手言和了。实战我看他就直接打了一个，这是他的预想图吗？就是有可能，因为打了拐，就是其实打了贴呢，跟刚才那朵那个被拔花呢，实际上是大同小异的。就是刚才那朵花被拔了，大家不能接受。现在呢，这个棋按理来说啊，他压四路的空也不能接受。但是他想到这边有个头，所以这边的价值没不大。就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压四路的空。是。如果这边什么都没有，是白棋跟星位，大家注意这个招是不能下的，因为这是压四路的空。巨俗的一不俗手。对，所以这个理念就跟刚才一样，他可能觉得那个题不能接受，但是压四路，他就能接受了。实战于志莹的这个选择非常的大局。对。看得很清楚。对，就直接把这个别人全让就直接推过去了。对。他觉得黑棋可以。我觉得这个棋可以理解，应该下的应该没啥毛病。除非是去什么引争，但否则从局部而言，这个挺有利的这下法。争个先手推过去。但是
压的时候白棋没走啊，白棋、白棋没长，错心了、白棋下的也很灵活，崔京、那说明崔京也认同了于志颖的看法，就这边不大嘛，双方都不走了。嗯，碰了一个，这个面对无忧角的时候，这个碰啊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后续腾挪的下法。我觉得说的再严重一点、夸张一点，可能无忧角下的少，也是因为有这一碰和这一尖冲。因为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大飞啊、单关或者跳这个。这个还是少一点，因为这个碰和尖冲，确确实实能做到起到这个让黑棋角被压，起效变低。对对对，就是外面碰啊。尖冲啊，就让他这个地方本来就很扎实了嘛，对，可以让他后上加厚，对吧？我们看有的时候大背手脚甚至都要往上碰的，是，对，所以无忧脚下的少，我觉得可能是跟这些都有关系的。这个白棋这一方面在这个局面下，一方面是降低对方子效，让对方后上加厚。那这边有拆边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兼顾自己对啊进行拆边。这个在比较早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一个定式了，尤其这个子没有的时候就有。还有一个布局套路，我记得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对啊，就这边挂这个粘之前，对，先碰一下，或者是粘完碰。黑棋搬了一粒。白棋拐完一拆，对，可以应该说是这个啊，有半年时间都是下这个图，对对 对, 对。后来好像 AI 出现之后，这个图就对 AI 之后，我觉得下无忧角的人可能还是减少了。是，然后这个定式这个布局套路也就对消失了，是吧？是的，对，下缩小目的人也少一点。碰的时候黑棋是搬，对，然后白棋长，黑棋立，方向上来讲，白棋是没毛病的。啊，之前打了一下。啊。黑棋立马打了一下。对。白棋碰的时候，黑棋就打掉了。对对对。然后白棋是空中走了一个。对，我说没看到这手棋。这里。对。这个分段黑棋，这个意图倒是也挺明确的。要攻击黑棋了。同时也算是。消一消黑棋这块空吧。让这块棋腾空。对啊，白棋也是通过攻击这块棋，顺势能围一些空。对，就感觉这个盘棋的格局，不知道后半盘会不会就直接就到收官。对，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这个大家目都不多，然后比较细的一个局面。是，走这个。但现在胜负应该还早，虽然说看上去白棋要这个顺畅一点，流畅一些。但是这种棋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手，应该不会差距很大。挤了一个黑，挤了一个，挤这个，然后白棋爬回去，对，这也是当时尖的时候就预想对，这个就是黑棋棋形的一个弱点，黑棋虎，白棋跟着连扳，连扳很紧凑，连扳，这个就是子多的一个优势，可以。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的对黑棋进行攻击，连扳，黑棋打，对，这黑棋现在也只能想怎么整形了，跟白棋这个较劲儿是没机会了，这个局面，胡一个，只能是想着怎么自身做活，然后白棋在拐一个上面，这个白棋好像挺流畅的，看上去，把这边也。安定了，上边也拐起来了。实际上白棋这步棋就是希望让黑棋往上跑，对，然后顺势拐一个，顺势把这个空和上方能兼顾为一些，感觉这个崔京的调子还不错，就是思路很清晰，对对对，而且也应该算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他这步棋的这个想法是达成了。拐，黑棋贴了一个在这儿，白棋长，白棋长，这长一个吗？现在是，从空中走了一个，这个，双方在空中，这个一人下一个，对，较量上了，白棋走的是这个，二路漏是吧？这个很凶啊，这可能。很多人第一感觉打住算了，简明一点，稳稳当当的走一步应该也没有不好，但是崔京显然是这个想着扩大战果，
下了现在进行到目前这个进度来看的话，双方怎么样？我觉得白棋应该稍好一些，白棋稍好，对对对，白下的比较顺是吧？对，而且黑棋的实地，就是说天目的这个负担好像也没有说因为空很多而有那个什么，而且白棋的目也不少，棋也不薄，我是看好白棋，就是职业棋手下棋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就是看棋的进程，感觉白棋还不错，对，因为白棋更流畅一些感觉，白棋走这啊，黑白走这黑长了一个，对，这没法再这硬个，了，硬不动了，硬不起了也，长这个。白棋拐出，哇，这哦，个崔静的招法上来白看，棋，还是依然是保持着这个进攻的一个状态，下得很凶啊。崔京的棋风是什么样崔的？静应该比较犀利吧，是吧？毕竟在韩国这个，可能也是跟女子棋手这个拼搏出的力量。韩国整体的棋风都属于对，拼力好拼，战对，好啊，战一点，比较就是下的比较积极一点。对，比较凶。走拐出去，然后黑棋是跳，跳，这个感觉是一个好的跳进来，棋感，棋形也在这儿。这样的话，一是防住进角，二是也是这个反击一下白棋的棋形。这个跳不担心白棋冲断吗？冲第断，一感觉我是要冲再断。挡，那我也先手，等于说把你这个，哦，就是白棋冲对，你挡，就是断。对，这样我至少这个挡是先手得着了。就黑棋不是说要在这个地方出棋，对，它出不了棋，只要这个先手是对，吧？而那且我这个拐还过没那去，么简单，我这个长完之长先后。手，然这后个一倒回般去。投白棋也是够难受的，这个气也特别紧。这个白棋的选择是不是走到了黑棋的臆想对，图里？这个就是中黑棋计是了，不是你想的是对，下步棋一般还是先手，你也没法走了这局步，不然的是。话没法走了白棋，比较苦，可能是不是只能什么这个下不出手，这样黑棋应该是很圆满，总是这样。那白棋是不能冲，对。好，不不能冲应该是冲，爬吧，只能爬回去。对，就是爬的是，就必须爬得一个，这个子儿也不能死，所以不能冲，只能爬了。爬这个，这个黑棋拐出来，这几步感觉黑棋调子上，我觉得我可能要我下白棋，这个还是打吃更安全一些。不，这一下如果能跳到的话，感觉黑棋特别是。对，一会儿这个一横顶，白棋这个棋形很差是，这顶完之后，要么这四个，要么这俩对的，要总是要掉被了，分段，所以感觉可能还崔得京打一个哈，打一个，杀的有点兴起了，下得太猛了，对，实战是，拐的时候白棋是搬，搬这个，啊，搬这个，这也是很凶啊，要这个威胁这块黑棋，这个搬完之后，这黑棋脱先。是不是可以直接动手了？第一感是要跟着硬吧，这没硬吗？是，哦，没，真没黑硬，棋没硬，顶黑了顶了一硬。哦，个。顶，但是其实顶也算硬了，顶完之后这个断点要出来了，这个顶也算是硬了。顶的时候白棋是打这个。然后再飞，哇，这个黑棋也是从招法上来看也是很凶啊，现在。就这边，反正只要没有大事儿，我这个回头有一个粘，对，也不怕你。这个飞其实也意味着这个段基本是先手，所以它也是等于说，一边这个冲击白棋，一边加强自身，感觉上调子上这几步棋回来一些，然就后形势回来了一不下，是就是感觉刚才是白棋特别顺畅，现在呢是，至少白棋是有些混乱了，因为刚才的冲击显然现在是把局面搞得非常混乱，我觉得黑棋应该是稍稍有所好这转。个黑棋飞，好，白棋飞了一个，对，这个时候得补了吧？应该实战补了，再不补有点太这个无视崔静的力量了。不走的话，好像打飞机一飞就明显被断开了，而且黑棋的眼位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打完飞的话，如果黑棋就强烈要求要活的话，那就顶是吧？顶了是不半是个也棋，能活？但那个有点就太惨太了，惨了是吧？那黑棋把这吃了不满意，这加一手。他应该是判断不满意吧？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比方说尖一个，拖一个这走不个很了，诱人啊！这个吃了多大呀？是，但这个被一飞，我可能会单飞，你单飞不打这一下，对，我还麻你一下，这个你不打莫非确盘实，完做一个，这个也是
非常的痛苦。我这然后这个子儿我可这能煎要一误下解吧。人中了吧？煎没啥用吧？应该煎我有没有可能杀你啊？我就扳住吧。要虎对，的。其实你到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利用那个团。团对，团。我打完一顶，你还是要团。那就团掉吧，嗯，要不就是算团我就掉。算你活了嘛，这个地方也没有杀你的打算，就是你活掉之后，我就算我尝一个吧。这样的话呢，白棋可能中央走一走，你尝在这儿，那我活在这儿，也只能活在这，走这不行，靠就行了。那我可能这边走过来，这个子如果死了，因为上边白棋挡一个的话，黑棋实际上吃了十目棋左右，但这边呢，中央白棋随时一走，这可能中央这个目也不少，这个中央可能全危险了。所以这黑棋还是要抵得住诱惑，是吧？这对。个。我感觉上，这如果黑监狱棋确真实的只是，能这么活的话，应该是不太行。嗯，活得太惨了，这样。上面主要一挡，实际上获得的真的很有限。一会儿这一圈应该都是先手，这个子一手棋想全部的逃回去也比较难。嗯，实战黑棋是于志英是连回去了，小鱼把这个连回来嗯，嗯，这样白棋拖过来，那白棋还算是还好这对，拖样。一嗯。个。哦，这样黑棋搬了一挖吃是不是？啊、哦，他就搬完是挖吃嘛。嗯，他这样，实际上这样他也吃了点，所以他也刚才脱先也是有没，他的想而这法。还是先手，白棋会不会白棋没走倒单是，吃？白棋好哦，就像没是走没是吧？走，哇，这崔京真的凶啊！白棋走到这儿，白棋走到这儿吧，对，是这儿。哦，很凶狠。啊，不过那个地方暂时脱先也没有大碍。就这黑棋吃的也不大。对，啊，我吃的话，可以小心吃在这儿，嗯，也不小，嗯，就这可个能这个点是有先他手是之味要儿。这个卯黑棋，刚才你说不走嘛，不走是活棋，他现在走了，我还要再攻你，这个就能看出他的态度。很凶，嗯，点一个，黑棋这黑走的打是，吃了一飞。打吃这个，也就是说补棋之后，补棋之前，先把这一下先手便宜占了。嗯，嗯，这样白棋冲一下，少赚一票，这个挺爽的。这个将来收控的时候冲过来，也挺大的。可能冲到这儿的时候，黑棋可以挡，但也把它看周住围的配合，看周围的情况。但是目数上白棋肯定是有得的。哇，然后哇，再分这段。个，这个，这个棋，这白棋吃一个，现在形势 这不是要够满意吗？攻这块吗？对，他，这块是肯定已经攻不到了，这都回家了。对啊，那这分段这是个棋需要刚才，的。对，走的话其实靠一个基本也活了，就感觉崔京还是有点凶啊，下的，有这个必要吗？还是说他对这盘棋的形势判断对，觉所以得我不说，是那么乐观？对，可以点一点，这儿数到这15，这个地方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但是肯定20目以内，这儿27、8、35、45，我觉得黑棋也就50目出头啊。我觉得就粗粗一点啊，就白棋也肯定是目数至少没有明显落后，甚至我觉得白棋的目数还要多一点。这白棋厚是吧？对，主然要后白白棋棋留这潜边力啊，有这些就目这个地数，方我不走的话，你是欠着的。这个地方的一拐，它也没有太多的潜力了。然后主要这儿还有一冲呢，对，我觉得白棋然后可以啊。像这种潜力的区域，应该都没点，没给白对，棋点。然后这个地方我一爬也不知道黑怎么应，你刚刚这几个算谁的？算一大半儿。算一大半给黑的对对啊，对，因为这个将来有一弯红能嘛。弯回对，去。但是黑棋如果真的是着急的时候会跑一下，试试白棋一手。所以基本那你多上，着急的时候走一对，就如果是全是八目棋的话，大概得个6、7目应该是没问题。但这一爬也很痛苦呀、啊，爬扳住这又被捅一下，所以我觉得白棋似乎长目的空间或者说潜力更好一些。那不知道实战这个崔京的选择是啊，因为他觉得可战，还是说因为这盘形势上他觉得不是那么但是他如好？果走这个，万一啊，我就说黑棋如果小鱼，我就一倔，我脱先了，把那个吃了呢，你对不说的对，小鱼就那么一句，对？啊，就倔了是他吧？哦。就是脱先了。那这个棋有意思了，那我觉得这步棋有可能有点这步急躁棋更多的是感觉就是形势不好的时候了。啊，就想把这盘棋走乱一点，对，就下这种棋哈。对，嗯，走这个，
那可能黑棋是点黑棋尖这个对啊，这个吃这两颗子的时候，这个小尖也是常用的局部的手筋啊。如果是挡的话，这将来两下都是先手，对，加被夹住了。对，尖在这儿的话，棋形上会好很多。对啊，这样等于说，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挡的时候，等于白棋没去夹，去拐了一个，然后被黑拐一下。那就是拐完之后，这将来这一带还有断点，目数上也差很多。对，所以实际上是走的小尖，这小尖也很常见，嗯，教科书式的下法是，哇，那这个棋有点意思。尖的时候，白棋是打吃，嗯，黑棋粘上，嗯，然后白棋坐那儿，拐了一下，哦，拐了一个，嗯，这都走正，拐完打吃，打这个粘上，白棋也是做好了棋子的准备，嗯，搬的时候黑棋没应，黑棋没应。走了一个哪儿？挡一个。哦，这个对，刚才就说这拐的话，黑棋没目了，所以他把这个目收了。啊，倒是也挺大的，还附送一打吃。嗯，他就是说白了，他现在还是觉得这个棋不会死，但是呢，这两个官子之间，他觉得这个大，所以他抢这个。那黑棋这一系列的交换就比不走要好，便宜了呀，便宜了。对，刚吃完我们不是有一猴吗？你还得卖出这一片，不太肯。现在呢，我已经吃着了，你就算再吃。啊，也就是说上面这一带的潜力，黑棋。就是这黑棋认为这也没什么，对，因为这一下还挺损的，对，有点损，让白这边会围得更加精用。但是呢，它是损在什么地方？就是吃的时候呢，黑棋本来是有点精用，嗯，但你要考虑到它有一猴的话，嗯，所以黑棋他觉得这个地方还是这样的目数更确切。对，刚才的话，虽然说你这边有可能有精用，但这个猴是明显的一步棋，嗯，所以单从目数的角度来说，它这个应该是稍赚一点点。嗯，这小鱼这种收数也下得非常简明，对。啊，就是把这个也没啥办法，这局部可能把这兵简单处理一下，然后再一挡。这几步棋失控肯定是追了一些了。嗯，挡一个，挡一个的时候，白棋是小尖。嗯，白棋先啊，先这个对，嗯，加了一下。白棋还是念念不忘对黑棋这块棋，一会儿真逼急了，这个打吃了一跳，还是要杀他是吧？尖一下。尖一下有小尖，嗯，啊，再想尖这个，这个是很爽的。这是白棋的权利。对，你怎么硬的话，基本上白棋都会这个压缩一下黑棋。嗯，我打了一下，这也是黑棋的权利。感觉上，白棋反正是一直很积极，但是我是觉得白棋。其实稳一点也可以的。嗯，就从这招棋开始啊。崔京一直就可能，这可能是对他的了解不够，他可能就是这个风格。嗯嗯，这棋风是属于很积极。对，很激进。很激进。就像以前的李世石九段。很犀利。对，李世石九段就是优势比较大的时候，他哪怕优势比较大，他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的局面，他也会出击的，出手的。可能崔京也是这样的风格。嗯嗯。那这样的棋风会不会导致就一些优势的局面被翻盘？对，会。但是呢，也可能会给一些对手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就是一盘把你直接信心上这个打垮。对，反正是双刃剑吧。嗯，我这个风格就没有绝对的好与不好啊，就看你相互怎么制约。不过大多数的棋手可能不是这样的风格。嗯，对。大多棋手可能是判断自己，比方说有一定的优势了，嗯，我有七成左右的把握，我就收手了，嗯，对，尤其是在现在 ，OK， 对，现在下越来越简明清楚，我觉得这个棋白棋应该还是挺简明的，不过我们往下看看是不是他这样觉得以攻为这个什么是最好的，嗯，对，他可能是对刚刚像童老师说的这个。他这手棋看起来是对这块棋有想法，嗯，但可能考虑到的是，因为这块棋没活，嗯，官子上，比如说将来这一代有先手，对，这一代有先手，他考虑的是这一代的围控，这一代的围控，嗯，是不是？他可能是他，因为这块棋明显吃不掉的，也没有攻击的严厉的手段，嗯嗯，可能这步棋考的是以后的收束，毕竟后嘛，嗯嗯，我们看后面吧，贴的时候白棋冲，嗯，这个贴是最断一下最积极的应对了。嗯，这时候作为黑棋肯定是最下的最拼的，白棋看看他是怎么走的。呀，哦，哇，我看错了，这虎完之后这么激烈。对，本来以为白棋就是搬或退，简单收束，然后他如果搬了退，他可能这个尖就是坏棋了。啊，被黑棋围控了。对，他可能还不如直接钻进来呢。嗯，
但是他实际上是加了一个吗？对，这个加也是。哇塞，这个加真的是很凶狠啊！加如果就长呢，是什么情况？如果就长，哎，这个是没看懂啊，这打断打这个肯定是，这是什么情况？踢掉，断吃是这个意思吧？应该。嗯。哦，看懂了，终于看懂了。这样黑棋爬的话，当然最简单，冲了打吃一打，然后一打，甚至这边还能打回来。嗯。但是我刚才在看吃这个，怎么回事？吃这个其实白棋还是可以冲回来。啊，那这样就简明了，挡住我一段，这个打吃跟这个打吃结合就行了，它也算是不让黑棋没空。就是黑棋被一夹的话，基本上这块空想全守住应该不太容易了。哎，但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棋，因为我看到它后续的进程了嘛。嗯。夹的时候黑棋是打吃。嗯。然后白棋呢冲出，白棋是冲出去。结果是这个子被提掉了，那白棋为什么不直接加呢？因为如果像后续这样的话，那断一下不是亏了吗？断一下，嗯，断一下，因为断有可能将来它粘这边，就如果你先去损的话，先在加退再断，你会粘这个吗？对，有可能，因为长一尖，局部白棋也杀不、哦，就这下损太多了，是吧？对对对，脚上是能便宜点官子，但是呢，官子的便宜也有限，就没有这个损的多。对，而且这个断其实也还好，它只要没打这一下就还行。他将来打这个的话跟直接挤收官差不多。嗯。唯一可能亏的是搬粘的时候稍亏一点点。对。但是跟这个风险比的话他还是愿意先断掉。安全一些。嗯。嗯。好。加这个然后黑的吃这个。对。然后白棋是。这样是只能冲。对。啊、哦。黑棋往回贴。这个不贴这就断了。对。这个得走。然后白棋往里撑。嗯。黑棋提。没看出来白棋在干嘛。这棋粘上呢。粘哪个。粘这个，这粘不满意吗？把这子断开，好像也可以啊。他没粘是吧？他没啃，那是没摆错吧？三八九四是对，没有摆错。粘上是可以的，因为粘的话打吃一打，然后一粘啊，挡住的时候再打两下，剩四棋了再一断。对，那黑棋如果不粘，那黑棋把这堵回来是有可能呀。这子断开，这多大？所以没看懂什么意思。这串我感觉白棋实战就长一个被提。然后呢，再退回来，这肯定黑棋顶回来，白棋啥也没弄着呀。真没看懂，你这个粘肯定，我觉得第一感肯定比这个强，它等于破了这四目棋，长跟你粘比，但这个子摆断开了，我就算随便跳一个中央围的，应该也大一些。对，真没太看懂，说是不粘，不粘。哦，它长进来，哎，长的时候没错呀，长的时候黑棋提，对，提没错，黑棋提，那没错。那这一块白棋顶一个、至少没看出来白棋便宜在哪儿。白棋是顶啊，顶黑棋想尖一下。嗯，顶跟退差不了太多。那就这儿有个子儿，这黑棋这边出不来头了。但这有个子儿，上边空也围不上了。嗯。然后虎过来吧。嗯。就是还是搜刮黑棋这块最终的目的。嗯。嗯。但也没觉得白棋便宜啊这一串。哎、啊、这。好像之前打过一下，在比较早的时候134手的时候打了。哦，对对的，不给黑棋这个做演的机会。你可以活但不能活的大。嗯，打掉黑棋虎。嗯嗯，这活棋肯定是不成问题。黑棋长过来，黑棋往家走，粘一下。嗯，是不是就下到这儿了？我看一下啊，还有，吃了一个上面，吃了一个，嗯，吃在这儿，嗯，黑棋虎是吧？黑棋虎，嗯，啊，这一串反正确实白棋有点不知。不知所云、下到这步棋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已经追上了这盘棋的进程，已经是进程了、这盘棋是从中午12点开始下的、每方用时是两个小时、基本时间五次一分钟读秒。嗯，小童按照这个进程看、这盘棋速度上有点慢是吗？对，这也正常、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12点半开始下棋、下到过
七点好像，对，不过那个是2小时40分，他们这个是2小时，估计应该还且 下一对，会儿吧。那会儿的慢其实真慢，对，经常下到都没有饭吃了。对，我记得好像比较早的时候，那个名人站有过一次3小时保留时间，对，那个除了日本的2日制，可能已经是，算是非常现非常。在的慢骑好像都提速了。对，其实以前的时候3个小时的比赛，我印象中啊对，特别多，应该说更多的是3个小时的比可能赛。现在也是为了观赏性吧，是要让我们骑尼朋友做到7点半，对，可能是，有点煎熬。这个好，心情比较焦急，主是的，要，黑棋下了一辅一步，个白棋是退，那白退在这儿，然后黑棋挡。对，收这个官，太大这了。盘棋是现在目前进入到收官的对，局面了吗？刚刚我们说白棋一直形势不错，但我感觉白棋这一串操作之后，黑棋把那个抢着了，黑棋应该有的一收了，应该。好，目前是踩到这儿。小彤，你觉得差不多？我点点目对啊，刚刚是凭这个进程，现在用实际的目数来看一看，23。41、48、59目，黑棋大概不到60。黑棋是不到60目。怎白么棋了？怎么啊？就没算这个欠的目，白棋也就40出头呀。白棋这个操作简直是……那现在应该黑棋还行吧？哎，白棋是40出头吗？你粗确粗定一没点。少点一块儿？没有，就白棋的 纯我目看一数啊，我下。是指，当然这一冲的话，白棋可能就增加了7、8目，所以说纯目数，40也就出点头吧，这个地方的潜力也没了，是是，快速的点了一边哈，是吧？40强，对，就这种地方是不能算对，目不是的，这白棋现在可能最大的一个像这种不潜能力在算，这儿，对，就这种就是未交换的未知的地方都没算，对，就没算的话，白棋确实时空是明是显黑不棋有够。60，黑棋不到60，57、89的样子吧，那这盘棋是中国规则，七目半，贴七目半，那就看白棋这个冲过来能捞多少。如果捞的不多，或者说没什么收益的话，那黑棋应该是反而领先了。现在，这个白棋是点了确一实，下，白棋这一串实在是一言难尽，走了，啥也没走着呀。对，黑棋这个本来白棋就最简单的，往这一掉，再尖一个，这中央潜力还有10多目呢。然后这啥也没走着，是，然后主要这个也被抢了，那个崔京可能是真的是杀得兴起了，就白棋当时这个加的时候，他可能。就对于崔京来说，他不只是于思考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目数，是不是还连带就是他整盘棋一直想威胁这块棋，对，但是想走后一点。他加的时候可能从心情上已经很难接受去退或者搬了，因为这个尖就损了，他那个时候他可能加也属于说是。这个的后坐力，但是呢，这个加的结果是很差的，结果最后啥也没。其实这个目黑棋本来你就算掉一个不尖掉一个，它也最多点到这儿，一目没长，然后这个潜力白少了10目棋，主要还走一后手，这个太爽了，对于黑棋来说。白棋这点了一下，哎呀，这点了一个，点一下这个目，点着官子便宜吗？也差不多，基本也不怎么便宜，差不多吧，但是不怎么亏。点一下，点小尖，这个小这个尖，先手，小尖很大。然后尖在这儿，那白棋还是要追究黑棋的这个中央的最不后一个，活，对，还是要在这个冲的这个潜力上做文章，对，就说这个地方是白棋最后的这个增目的地方，可是尖这个黑的几是先手吧？几，他是不是要杀呀？比方说，我尝一下一猴有没有？不行，猴被一团，还是活的，假的。我本来想猴一个技能方式，你回家也能把这个断了打了挡住。我挤你尝，粘没上有，猴这个，猴不行，猴我猴给断你，的，不那是我我打断，那个呀，粘，挡住。那这一小尖呢？对，我就说局部嘛，局部而言，对。小尖，不急，那可能我就粘上吧。我也没看懂，挤粘这个，然后再断死他，粘完之后再断打我打这个。我也没太看懂，说实话。这里已经是有一这只黑棋，做活的时候，这是一只眼嘛？那你破了呢，又不能太那个什么，因为你比方说你尖或者刚才说这猴，这团也活了，
投完之后这个湖会给你做活，所以这块棋只能先在这儿上，那基本。对，那如果黑棋挤你白棋，如果粘的黑棋虎一个，这白棋局部上怎么也没法杀呀？局部就是，因为这团只有这些，你只能尖到这儿，尖我这杵两下就回家了。你顶着杀，别顶，横顶你团就没用了。哎，还是有的一杀的。横顶靠呢？啊，对，是，那就是局部嘛。局部，它不然的话已经活了，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团如果是先手，这局部怎么杀的话，哇，小鱼很狠啊，直接粘上了。本来想挤一个先手连回去，直接把这个粘上。对，这粘完之后这里边关就差很多。这会儿一冲他只能提啊。对于棋丁来说，这块棋如果吃不掉的话，这两下交换是那大损，把它冲没了。是好，我们现在目前的已经跟上了实战的进程啊，刚刚是下到这里。这盘棋崔京接下来啊，可能对于这块棋只能想想办法了。对，要想想办法。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为您带来后面的讲解，一会儿见。天元围棋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关子阶段的讲解。刚刚是到尖的时候，黑棋粘上。那白棋刚才我们说有没有机会杀掉黑棋，是，但是从后面白棋的下一步来看，崔京自己可能也没想明白。对，尖完之后没有再继续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去收官了。对，去把这个粘上，对，直接去收官。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将来被冲很痛苦。这个官子上就这里这冲完之后这白棋也只能提。对，我的打拔，哦，打拔不是先手，打拔再先手，但是这个已经亏很多。对，我们刚才说怎么杀嘛，他实在没有杀去收这个了，就说明崔京应该是进入读秒之后的有些慌乱了，可能。就这个交换的次序上来看的话，对，就不走也行，有些失误的，对，你就都不如不走，不走至少有一飞，将来留着也行。这个断跟这个粘至少能便宜点。这个尖呢就啥都没了。对，尖完全补上了。尖完之后粘，这连带着这个官子的亏损。对，这被一冲，这全都连回去了。本来刚刚我们看白棋中间还有一些附带的目数。对啊，就是潜力全没了嘛，白损。是，好，我们看。那这个可能小鱼的形势比较有利。黑棋搬粘。搬粘大。这搬粘还有先手的一纹是吧？它可以尖一下。对。尖了吧，对，尖是先手，不然有断。对，黑棋粘上。然后挖了一个。哇，这个挖。现在我估计崔京应该是，虽然说读着秒头也可能挖一个，头绪不是很清楚，但是挖一个，他应该能判断出来这个自己的这一串的操作之后的形势。因为啥也没走着嘛。那他现在试点想点办法。挖这个，挖了黑就吃，留下。小鱼照单全收，主要也没看懂什么意思。等搬的时候可能看懂了，但是本来其实有搬，他没有挖也有搬，所以这个也没啥用。猴，黑棋冲。断可能也行，断他冲啊，猴可能最好。对。猴啊，都猴是对的。猴冲，白棋粘上。搞出了个打劫呀。粘上。但这个劫。白棋能行吗？然后再尖上来，尖这个。这个挖，那我觉得他也是，还是要，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边下边看出来了，因为他如果看见他不会尖完之后先去收一圈官子再回来，甚至跟这个棋也没关系，他可能是走着走着突然发现有这个棋。对，感觉上应该是，从逻辑上感觉应该是这样的。不然他肯定第一时间就走了。我这也是很凶险呀，感觉。但本身劫很多呀，黑棋。感觉黑棋本身劫很多，包括一会儿穿出来。尖的时候黑棋冲。然后白棋是挡。然后冲这个。这个打劫。打劫。黑棋也算。冲的时候。对，是打劫。对。对。也打吃，粘上。就看白棋能通过这个劫得多少利益了，感觉上。黑棋的本身劫倒是这穿出来应该还是有一些的。白棋挖吃着劫吧，搬了一个。这个劫很爽。这个劫很舒服，连带收官先手全力，然后再踢过来。
现在进程到这里。哦，就下到这儿。对，黑棋还没走。嗯，那说明于志颖应该还没有进入读秒吧？嗯。黑棋估计从这儿穿出来，张哲杰。不然就是往里边，但里边有可能损。一会儿这个万一被恰吃，有可能损。是。他不肯马上找。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尖，这白棋局部啊，就是这打士不看的话，这一尖这有断的话，这个白棋也稍微有点薄啊，棋形。嗯嗯，所以应该不会死，打劫肯定打赢，就是看白棋能获得啥了。靠了一个，靠了一个。嗯嗯，那这个是比较求稳的，寻求眼位了，是不是？感觉也还行，看上去应该也没啥问题。靠外不直接断了吗？那靠在这儿，白棋如果继续杀，只能吃这儿了，要不这团住了。白棋都不好杀了，打完之后就把这个断补上，否则我这快活了呀，黑的。嗯，可能靠也挺好的，靠完厚一点。嗯，就这有断了，现在，现在这个顶住一口气之后，就是应该不好杀耶。嗯，这肯定不会死，反正。嗯，也是。对，这白棋也只能打，不然被团了，直四很清楚。然后得找一枚大劫。打吃提掉。把一枚大劫之后，先让黑棋粘回来，然后把这个补上。哦、大吃，对，把这个。嗯，这个是大劫。找个小劫，可能直接被断了，不一定哪个吃的大呢。嗯，提回来吧，还没下是吧？现在我们是同步了，对吧？嗯，完全同步。对，那么在读秒的时候，尤其是打劫，肯定是要撑到最后，对，最后几秒钟，除非他已经算得完全清楚了，对，不然他是得好好看看。嗯，这样因为可以争取时间。这黑棋这个劫不可能打输啊，就是你看白棋一提嘛，黑棋粘上，接下来呢，白棋因为要补断，就不说能不能吃掉了，就是补断的情况下，这一尖。白棋得并一个，然后这两推断，或者说粘在这全是劫，这就白棋气应该不一定能杀赢了。嗯，这劫反正不用担心。自身这边活棋也有自身劫，就本身就不好杀，好像本身搬是搬不了了，搬我冲先手一粘就活了嘛，这一断吃，只能粘在这边。那黑棋是没拱，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嗯，体劫。嗯。提劫黑棋粘上，对，就粘上了，粘上、就是，对，就下到这儿。对，嗯，就我感觉打劫肯定是打不赢，嗯，白棋只能看怎么尽量去收数最好，我估计杀棋是不能想的现在，嗯，还没走，嗯，就从后半盘的收数来说的话，感觉崔京。在后半盘关子阶段，从这个小尖开始，对，有一定的失误。对，就是我们一直都说崔京下的有些这个冒进嘛、嗯，这个穿其实说句实话还好，因为毕竟他没有损失太多。嗯、但这个尖后来尖完之后这一串，从这儿夹出来之后被黑棋提了，潜力被破了，目一点没少，白棋还变薄了，开始白棋这个就。大损，最主要是落一后手，这个又被打，这个巨大，这盘外有一冲呢。嗯，这个十多目呢，这个被挡的时候，感觉上黑棋应该是反超局面的。嗯，现在就白棋就只能想办法看打劫了，但这个劫太难了，白棋。扳住。啊，那扳住就是，哎，扳住就是放火的意思吧？扳住。没看错吧？扳住我之后，如果说我们就说局部活死活的问题啊，我这一接是不是已经火了？你要是不补这个断点，那我打了一退，这里面是个打劫，还是打劫？对，那我就两个劫，我就活了嘛。对，但是就是说这黑棋已经活，然后这一冲也有只眼。那白棋把这个吃掉呢？我靠一个，对，给我靠一个靠不勺子，对，靠不行，靠勺子。但靠，你可以先粘完再靠。嗯，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黑棋现在是已经不用担心死活问题了，就是看白棋能收多少目回来。不过这个围不出多少目吧？这个我觉得再怎么围也不如刚才那个冲过来。嗯，而且刚才我们说这一尖，这推两下先手，这再跳，这白棋目，甚至可能先跳，这白棋的目数反正是一塌糊涂。是，嗯，这白棋这个应该黑棋快赢了，我觉得这搬的时候黑棋先提劫。嗯，对，现在白棋什么劫都硬，
黑棋什么都赢，因为我局部是红棋，无所谓的。对，主要是这黑棋自身劫材太多了，每一枚都很爽。就是他从即使打劫，黑棋也能打赢，然后活棋就得能做活，对，是吧？对，白棋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做活，而且我还不用，暂时。嗯，收着官我很爽，收的。这个劫，感觉这盘棋应该小鱼应该不会输了，感觉。虽然说还在打劫。估计就先煎一个试试应手，很爽。一边试应手，一边这个找劫材，估计是走这儿吧。还没下是吧？没下，还没有下。对，这太舒服了，这劫找的。就先开劫，这边还有一个活棋的后门。对。还没下，没有走。莫非有直接的手段？没有什么直接手段了。啊，没起。这太爽了。还没下，双方现在目前都处于读秒阶段。嗯，应该差不多了，尽量撑到如果是同用时相同的话，应该是进入读秒了。那有可能是一方先读，哎，下了，就是下了是吧？这太爽了。每方是错过的，读秒时间是5次一分钟。对，那个就可以下得很慢了，然后就可以下到撑到一分钟下一步。不过他们是12:30开始了，12点开始的，12点开啊，那有可能双方读秒了。对，12点开始。因为有可能出现一方特别慢，一方还有很多时间的情况。是。不过已经下了4.5小时的话，应该是可能有可能双方都读了。冲。啊，白棋粘一下。白粘一下，对，粘这个。黑棋后。后，然后黑棋是白提劫，黑棋冲这个。对。冲这个，把白棋粘上。嗯。嗯，黑棋提。黑棋提，白棋打，这就哦，这打有点难受。这个劫将来还有一个提，多了两枚劫，但是好像不差这两枚。嗯，这个有点难受。打完之后提，反正黑棋想活倒是不难。嗯。走自身劫这边，对黑棋，我总在看白棋的味道。其实这一跳粘上这个木啊，其实黑棋就最臭的贴了一粘都行，这个木都挺爽的。白棋还得单关回去，就看他怎么走，他就粘了，粘上了，看着这个应该没问题。哦，我发现个问题啊，白棋这个劫都不敢找。你一旦粘完，被我消劫之后一夹死了，撞气了。对，所以白棋可能就剩这儿一枚，这儿一枚啊，力可能有啊，还有四枚。但局部是活棋，谈不上打劫。粘。黑棋看来不能随便贴，这个让白棋不能有这两枚劫材，还是舒服一点。嗯。这怎么下呀？这怎么办？我也提。这个白棋如果不走的话。这打完一场，应该会断。哎，那断比挤在这儿就活得太简明，太麻了。这白棋断这个，对，就是路数上来讲可能断最好，但是断的话，这个劫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嗯，他要让他留点意义，就是粘上，找个地儿粘上。但粘上的话，一旦被我粘上，一目棋都没有。主要是断的话，黑就跟着硬的话，那我打一下不就可以团在这儿杀你了吗？那这是自身劫材，对，这么多。对，现在白棋就想着收官了，是就是断，没有那么多劫，他也放弃了，然后断一个，放弃打劫了。这我都觉得黑棋就真的像刚才你说的吃呢，因为吃完之后又出现了两个对自身劫材，然后你吃我的时候，我这自身还有，这感觉四五枚，这白棋就这一枚了。哦、知道，黑现在可以冷静的先提一个，这个比较。你太狠了，小哥。提一个，这个提一个先消一枚劫材。对啊，把这个劫消掉。然后呢，你又杀不掉我，然后我再决定你提的时候再走。提一个可能最简明。消劫我现在不肯呢，因为把你这个劫给消掉嘛。但是挺麻的，这时候黑棋就是现在怎么走都行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些就是觉得最稳的。但是哪个最稳的可能也需要考虑考虑。但是对黑方来说，现在是不是选择哪一种，就是跟胜负是关系不大的。我觉得提一个最好，首先先消他没劫材，
然后呢，如果你敢提的话，我可能要挖吃。嗯，但这是不是有点狠？这个有点对。对局者的时候未必不留情面。对，对局者的话未必敢这么选。是。嗯，没这个必要可能。嗯。这白棋接下来，他明显的劫财。这个粘肯定不能走了，他这到这倒是劫，他立对扑有两枚劫，哎，不能。不能掉以轻心。哦，这立完扑。嗯。也挺纠结的。两枚。这有两枚，这如果没提到算他有三枚。嗯。那没有了。哦，挤了一下。就是三枚啊。哦，他这个挤一下。挤一个。挤完是准备放弃了是吧，还是什么粘上。看上去是要团一个做黄算了。如果团一个，我们看看咋样，这形势是不是够了？团的话，白棋肯定是把这个吃了吧，目数最好。嗯，这白棋留着打着斩，里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八二十二十一二二三二三五二三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九，多一点点，四十四十四，五十一目棋白全盘，那感觉比刚才还少呢，怎么？你刚不点白棋不到四十出头。哦，是四十出头，记错了。四十出头。这九。现在是五十一。这个好像是到这儿贴木，这个十一木。十一木是贴木。对，就是但是黑棋后手，就是我算的是黑棋后手。黑棋跳进去。对对对，跳进去之后还没十一木。嗯。但这个地方白棋一尖也有点，那也没有赢很多，因为这个黑棋后手的话，这边一尖，这个小鱼还是稳了一下，就这么下了是吧？对，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劫还是黑棋劫太多，嗯，目测啊，没有仔细算，但他肯定觉得赢一点就够 了，对，就判断清楚了，对，这个应该对于他的水平肯定是不是什么难事儿，嗯，打吃，嗯，对，这个肯定是打吃。然后就是收官了，收官，收官，嗯，哎，这棋可以直接跳，这样可以跳就粘上。那我这样不是先手吗？啊，对对，就你跳了粘也行，跳了粘就把这个放，对对，把这个。但这个呢，其实也就一目棋也可以放，就是跳了一粘一尖，然后搬了粘，搬了搬掉，然后把这个就看这个棋有没有更大的啊，那这样这个得走掉吧，这个不走掉太心痛了，被白逆收了一会儿。盘面实目没啥问题，感觉上。就是可能刚才这个粘还小了，因为我看的是把黑棋要搬这个收官嘛，搬完之后这个先手两目粘回来，嗯，但是你这个跳了粘呢，把这个先手走了也挺大的，也可以，都挺大的。这地方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都不走，让他走他也不好走，他如果走这边呢，你可以跳进来，他走这边呢，推着推着你这下面还有一搬一路，对，白棋走我刚才看了一眼，是不是走这个最好，小尖，就自己缩回来能围点，嗯嗯，应该黑棋哦，就拐了，我拐了一个，稳妥呀、哦，连跳都不跳，拐是为了跳吗？这个，嗯，这有用吗？粘上呢，再冲一下，一下那我那后手呀，应该也不用吧？哇、哦，他这个一步一个脚印，下得很稳。啊，白棋粘上，粘上完之后呢，肯定是要补回来了。嗯。啊，这挤了一下。十二十二十三，三十三。粘。十三，这样白棋五十三四目的样子，黑棋。九，二三，二三五二零二七二，三十六，四十一，三三四五四十八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还是应该赢了，至少盘十了，感觉，应该是有盘十的。盘十。嗯，这是中国规则。对，天气木半。嗯，应该没啥问题。因为官子好像没什么官子，没有什么。刚才我放的还是黑棋靠一个。跟白棋管家伙都没算什么，搬一个可能还便宜一点点。嗯，算的就是争先手，靠一下脱先了。嗯，应该是黑的，盘十左右吧，盘十上下吧。
这样度过，对，就下到这里，然后长进去，长一个。那跟棋直接跳就是一个意思，对，一个意思。就但是就能看出他心情很好，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你干掉。有没有下的很漂亮哈、啊？就是就简单这种心情下一下，能感觉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棋手，看他的那个状态，就能看出他的形势怎么样。有的棋手优势的时候，手就会比较有这个造型。对，形势不利的落子的时候是比较轻盈的人。对，形势不利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比较沮丧。头发有可能也会飘起来啊之类的，对，所以从黑棋的这种厚重的推进方式就能感觉出来，黑棋是很自信的，对对对，很稳啊，就搬了，他还是下的最正常的，就刚才这靠一个有点保守了，其实，搬完之后把这打回来，黑的应该没啥问题，哎，但是搬白棋会不会来粘上？会不会粘上呀？不打掉，对，为什么不打？尖被断，打劫里边是打劫吗？净死吧。啊，哦，我看脆，对，净死。现在我打我这有个子吗？现在，你尖这个对吧？你尖我一断，应该是净死。如果没看错的话，是净死。因为你打了劫，我打这个。你打完提的话，我一打吃，你打了粘，我粘回去了。那里边是软头吗？没用。那这扳不会被腻了吧？咋了？扳了一个，这是什么意思？打将、哦、应该是打将、这个，这个棋应该是打将。哎，黑棋这不打掉吗？这打将。哎，不过这个棋，这以后黑棋是扳了粘收束的是吧？肯定是扳一下，比扳了扳这个嘛，就其实等于说。那白棋往回退，黑棋不走吗？往回退，现在走不走了、啊？其实黑棋一会儿扳了提掉就完了，一样的，不亏。等于说就是扳了扳的时候，白棋扑了一下，不亏目，他只是打将。打了将，这个粘是差了一二三四目棋呢，那他这个地方拱不进去的话，不是亏了吗？这打了粘掉，哎，我有点晕了，这几目啊，两目，哎，现在是什么棋形？哎，小童，我有点晕了，这一二三。这棋我尖你断，我冲这个呢。我打呀，没用。我粘上，哦、这尾巴。哦好手啊，冷静的一冲啊、哦，那可以，对，那可以冲这个。哦，好棋，那等于你退先手是吧？对，这个退先手，哦、白这个子连不上，这个我打吃。对、哦、对对对对，那可以，没看到妙手啊、哦，那他只能顶。啊、哦，那刚才这我也说错了。那这打将估计刚就在算这个。这我也说错了，这地方吃是那时候两目，这差了一目棋，这差了一目，那时候两目，那他给他占也不是特别大。顶住那就对了，不然啊、这跟这妙手。没看到，单冲好棋。哦，对，其实刚才那个图先走掉也是一样，它就是收完棋一扑。对，是有一扑。那是粘也是先手啊，现在，粘不是先手，粘已经不是了。那这个拱拱两下，好提这个。可以麻他一下，你去退还是走？白棋现在可以退了，给他一个机会选择。因为他横在这儿的话，这儿稍微差点，但其实搬掉变化少。他这也行吧。也属于比较简明的。提的时候，白棋目前还没有落子。基本上会退，因为你现在还不能顶了，顶还多一跳。对。他肯定是退了。这个里面黑棋如果是搬收官的话，白棋里边是一二三目。对。提的话，退着打算先手。对。那这里边是一二两目半，哎，这怎么算？两目的话不是这就是黑棋这少一目，白棋也少一目，一样的。那算两。但他可能没肯走，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一会儿有可能因为白棋这多个子儿，这个提更厚一点。现在的这个提了，如果是两目棋，万一这个地方拱过来，这可以卡进去。基本上是一样的。搬的话就可能就不用思考了。他这个提，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比赛，他还是要在。能抠，哪怕是1%的可能，他要抠一点点。退的时候黑棋粘上。白棋好像还是顶最大呀。对，这好大，这一不然顶完冲。对，这个肯定比这个大。三目，这才那时候两目，刚才三目，刚才那个说错了。对，两目，没错，两目。这肯定顶，这个你说三目以上，还有点厚薄。两目啊，再打，对，这次是没毛病。
他如果先把这个走掉，搬就是后手。其实也一样，也一样。对，他主要因为他小。也是先手。刚才我们说的时候是可能说成吃这个籽了，还是怎么回事？我也忘了咋说的了。对，粘。实际上对他后手两目那无所谓，不逆手两目那无所谓。怎么这次序肯定没错了？这样肯定是走成这样，然后黑棋就这一会儿冲一下，先手全力，对，提一个，然后没有官子了，都是小官子，可能就是粘了，全部剩的是最大的两目棋了，感觉就是两目，这个搬粘两，哎，这搬粘不止两目，稍稍多一点点，其实都差不多，现在就。搬粘给他提，然后你再去收官子。哎呀，这种小官子看着都是一目两目的，嗯，但是在读秒声催促下，我觉得很挺难。他现在还好，他优势不是那个半目胜负，要半目胜负的话，就得那个什么一点。是，他应该是排名十目左右。嗯，哎，是不是输了？没有，没有。看上面写的，嗯，是不是输了？点点木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块十木白棋，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四二六二八三十三十一，嗯，三二四十四二四四四六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十二木棋白棋，嗯，黑的九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上块上面二十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十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一三二四三四四四十九五十五一五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盘十，至少盘十了已经。而且该黑棋下哈，该黑棋走。哦，对，还该黑棋。得走，这白棋白棋。那我就算笨笨的冲回来，我也排十一是稳稳的，排十不半的肯定。嗯，是不是认输了？没有关那个系统还没有打出来。对，系统上是没有显示，但是我们有看到，有看到，好像是有黑中白胜的字眼，但不知道是不是，对，是不是这个系统就官方的这个。但应该胜负的悬念不大，应该是黑棋稳稳的拿下了。嗯嗯，也就是时间问题。对，嗯，哦，看样子应该是黑棋已经黑中白胜，因为读秒的时间的话是一分钟下一步棋嘛。对，这个耽搁的时间已经挺久了。对，有可能是。那目前对胜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这个判断也是可以。对，说不定就是已经认输了。是。只是官方的消息还没打出来。嗯。嗯。对。这个其实三番胜负对吧？是。哦、三番胜负。对，今天是第一盘、嗯、啊，这个赛程也很紧，紧跟着啊、哦，对。然后如果一比一的话，下完隔一天再下。对。啊，现在三番胜负都是这个。节奏，嗯，像现在的这种番棋的比赛、嗯，就是它的这个赛程是比较紧凑的哈。对，一般三番棋都是第一天、第二天连下啊、如果下完就下完了、啊，如果要是打平了，会休息一天。那半决赛跟决赛它也是衔接在一起的吗？这个可能就不一定了，但这个比赛我记得是因为我哦出来了、啊。对，我们看到了系统出来，就是官方的结果。对，于之莹是黑中盘胜，下到这的时候，我们刚刚也是。点了一下目，是黑方是盘面十目，对，十目还该黑棋下、啊。就在目前这个局面来说的话，虽然有很多小官子，但对这个胜负是丝毫不会有影响。对对对，嗯，这个是稳赢。小童，我们利用这个时间给我们全盘解读一下。好、嗯、啊，这个胜负处。这盘棋我觉得从一开始呢，嗯、从一开刚开始左上这个局部吧，嗯，啊左下这个局部说起，我觉得黑棋下的稍微有些重。就是本来这个、嗯、这两个子儿是比较轻的，后来黑棋粘上又虎了一个，嗯，这两步棋下完之后呢，黑棋虽然说角是捞了，但是这三个子儿很，这五个子儿最后很薄，嗯，薄、嗯、完之后呢，就我觉得白棋是比较顺的，嗯，然后在一系列进行之后，白棋甚至一直到这个拐起来，这个我记得是，七八十手的样子，嗯，啊，那会儿白棋也都不错，不过就从这步二路漏开始啊，虽然是二路漏没问题，包括这个穿。可能问题也还好，但是呢，就白棋的下法一直是比较这个激进的，嗯，一直是当着这个形势不利或者说混乱的下，但实际上那会儿白棋的形势是不错的，嗯，就后续的下法、啊、下的不够简明，可能招法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但是呢、啊、招法有问题的来了，从这个尖开始，哦、啊，那个小尖，对，从这个尖开始，其实当时回过头来我们看白棋直接掉一个、嗯、黑棋也断不开白棋，然后呢白棋这个掉、嗯
也能起到压缩黑棋的作用。嗯，实际上白棋可能就那样的话会更清楚简明一些。嗯，那尖呢，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贴之后呢，黑棋这么顽强的贴住之后，这个地方进不来了。嗯，没有棋局部。对，所以不知道他是因为读秒还是怎么样，他就加进来了。但加进来的结果啊，虽然说他是有这个不肯的这个原因，但结果是被提掉之后呢，中央的潜力全没了。然后目数基本上本来你怎么走，黑棋也就是这么多目。啊，结果就算被刚才我们说直接往这儿大跳一个，嗯，那结果呢，一目棋被增加，目数呢被先手给这个潜力给掏空了，最后黑棋把最后一个最大的一个大场一个官子这个挡走了，对，因为这一盘的话，我们看黑棋扳住的时候正好一冲，所以那个价值巨大，嗯，那个时候应该是黑棋已经优势了，然后这个尖这一串白棋威胁又威胁的比较寂寞，被黑棋粘上啥也没弄着，应该是被一粘的时候。应该是白棋就等于是没有机会了，嗯，因为他杀大龙这个打劫，一开始我们还稍稍有些担心，但后来仔细一看，小鱼这不顶是好棋，顶完之后劫材也多，局部也基本是接近于活棋了，嗯，所以就很简单的就活掉了。那白棋等于说全没走着，还不如冲一个，或者说我们说飞一个呢，然后小官子我觉得俩人基本上主要这人也没啥官子，这盘棋对，就是很就这个地方下完之后好像已经胜负很明朗了，对，两个人应该心知肚明，我估计崔京到后面打劫的时候也是在一边寻找机会一边这个调整心情， 是对，就这盘棋从发挥上来说的话，崔京整体他失败的原因啊，输的原因是主要是就是下的过于激进，对，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棋的这个优势下的把握，嗯，这个尺度上稍微有点问题啊，拉得太满了。那今天世界女子比赛的这个决赛的舞台，嗯，啊，对于崔京来说，可能个人心理压力也很大。对，棋手有压力的时候呢，这个下的招法也容易有些激进的下法，是吧？就从发挥上，因为太想赢了。对，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嗯，因为正常如果是一盘普通的对局的话，他可能会更加收放自如一些。他那个棋就感觉一直在，绷着。对啊，绷得太紧了。一直在这个出击，收手的时候呢，可能也晚了。对。对，基本他到那个直到不行的时候才想到收手，可能。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个时候。对。啊。那小鹏老师，我们把这个胜负处吧，再给我们观众朋友再摆一摆啊，就是这个小尖之前的这个位置。好。啊，我要摆到这个阵，看一下。就是尖之前对吧？嗯。啊，这个尖呢，说句实话，它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我们先摆出那个棋形嘛。我摆到这个阵的位置吧。哦，好，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的。嗯，这里没，这俩打掉了。对，打这俩是没有。对，这样。那个挡没有，是这个挡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这些都没有。这样的时候是吧？对，这个时候白棋是震，然后黑棋是小尖到这里。当时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哦，对，这会儿是吧？啊，是这会儿吧？你是说这步棋之后吗？对，这步棋。这没有。就是从这步棋嘛。啊，对对对，当时咱们有判断过，这个白棋如果是把这个打回来，对，这形势说白棋也不错。对啊。但他这步棋呢，其实也好，因为那个棋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嗯，所以他这个棋呢，能如果说能便宜一些，能中央潜力也还行，还可以。不过他这步棋呢，就是有可能啊，会因为这个棋没走到目，被黑棋抢了一步之后，有些急躁，对对对，心态崩了。这个应该是一个诱因，它是一个导致他后面出问题的一步棋。因为这步棋实际上，如果说他吃不掉的话，看起来像单关，对，他如果走不到东西，是吧？那可能像小童老师说的，这个心情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对，这个心态的波动在比赛当中。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看走这个实战，黑棋抢了一步大关子。嗯，首先现在上面走两下，之后这个挡，就拿这个挡跟这个拐比，这个目数都差了一大把。是，就是他如果去拐一下，然后再把这个吃了，如果能走着的话啊，那白棋的实地比走在这儿，这黑棋上面便宜一点点，之后再把这个挡。
这可能相差得有差不多十目棋了。嗯，那这个时候白棋把这个拐回来的话，你觉得？我觉得白棋不错，不错，我还是看好白棋。虽然说这个地方已经有点儿被黑棋好像把那个节奏打乱了一些，但是不是也是比较接近的一个局势？对对对，没有说就白棋会好很多。对对，那应该没有。这白棋从刚开始到中盘到后边，就是我们不看这一代的交换，是一直处于一个双方。白棋一直稍稍好下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用这个，怎么说，就是可能白棋稍占上风吧。就双方，但是双方差异都不大，对对对，都不是很大，完全不能说谁能稳稳的赢下，那肯定没有。对，但是哎，这是尖找了一下是吧？但是就是从这个穿开始，白棋有些，我们有一种说法，有点变调了。是，对，我觉得有可能跟他读秒有关，因为我来之前我看了一下。那个他们的现场报道就是说崔京的时间一直是落后的，就小鱼一直是时间压制，就前半他用时用的比较多，对对对，所以到后面可能是没时间了，然后呢在进退之间呢他的抉择出错了，应该是这样的，我分析了一下。所以这个白棋如果简明一点，比方说我拐一个，那如果你需要后手把我这三个子吃的话，那我有这个拐我再去攻杀你不是更好吗？而或者说这个棋就拐在这儿。对。然后黑棋吃这个。对。白棋就飞一个棋。白棋飞一个，黑棋连一个，这样收官也可以。我感觉白棋也不差。这样黑棋是单关连嘛。对。那黑棋这必须得连了。但黑棋是不是有可能说就是攻杀白棋啊，就是这跳什么的。你这应该也欠一点。也欠一手棋。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是，我觉得从这步棋来看，他整盘棋的这个节奏、这个基调都是利用后势发挥，这个没错。但是呢，这个可能是战略上没错，但在具体的细节上，攻杀火起了，所以是还是有些冒进了，有点用力过猛。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对，我们看他这个走了这步棋，黑棋马上就把这个进了。对啊，吃这个，这个已经便宜一点点目数了。对对。见这个，这下还没有，然后白棋拐了打，对，拐了打，白这个四局下的这个没问题，这个正常，很好，对，因为他在他的视角里啊，这个白棋一扳的时候呢，黑棋是有可能吃掉的，一旦吃掉这个打就打不着了，所以他做好棋子的准备，这一下也基本不损目，然后黑棋这个不是刚才我们分析已经便宜了吗？把这拐吃给防住了，然后把这个抢了，这一下实地的这个差距就已经缩小了，对，甚至是可能黑棋已经落后的很有限了，是，对，因为这步棋它本身就没有目，对，所以白棋要怎么样让它发挥价值，就完全看这个攻杀以后，不能说吃掉它，就是在攻击它过程当中能不能有一些收获，对，那后续的这个攻击明显是没有收获的，实在不但没有收获，现在白棋按结果来看还不如打，不如爬一个呢，就中央黑棋围，现在围也围不上。是，这个爬很大，太大了，这爬黑的扳不住，对，扳没一冲，扳窗有打，对，那怎么办呢？黑棋也不能退一个吧，对，就只能脱先，感觉这个局，对，只能脱先了，对，所以我就说从结果来看啊，还不如爬呢，对，对，中间走这一圈，后来我们看实战对局出来之后，只是把这一圈的目数破坏了，这一圈现在白棋走在这儿，黑棋几乎也没目呀，你可能要为了防止我靠下来，还是得跳一个，那也无所谓啊。而且白棋不是无条件破的，白棋被黑棋冲出来之后，这里的潜力对也没有了，感觉比黑棋的潜力还大。是，哎呀，这个盘走一后，走一后手，等于黑棋是全部都走着了，笑哈哈的把所有东西都收下了。其实白棋现在我觉得掉一个，应该还是白棋要好。你不补的话，我这一靠还是很难受。这黑棋感觉不堪补了。不补，那我这一靠黑棋很难受呀。这主要是黑棋补的话，白在小尖不是更好吗？但是刚才我说呢，白棋这个地方也算是怎么说情有可原。这个第一杆啊，这个尖黑棋好像都是粘或者尖的，这两个比较常见。这个贴呢，一般都是在周围有子的时候才下。这现在不是周围有子吗？对，他可能就忽略了这一点。也是情有可原，但也是他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其实直接白棋走这个的话，黑棋也补不出来。黑棋这棋如果走的话，这个尖反倒是绝对先手了。因为这两下交换尖，你就只能粘上，对，你冲一下没用，对，冲挡的话将来断还是有冲断，这都竖下去了，对，还是有棋，所以以结果来论的话，白棋走在这儿是稳稳的，爬一个我估计白棋也是优势。这爬一个价值大概多少？预测？那目测？十五目吧，第一杆。十五目朝上。对，因为这个就扳不住了，一会儿再一扳，这黑棋十五目感觉都不见得
是吗？这般这这班虎还有先手，不然这没块这块棋都没活。对，十五目应该是有的。搬完冲完飞进去，搬黑棋可能跳一个，不会让你那么爽。那我冲呢？啊啊！我看错，我以为这有断点。但白棋可以粘上，跳的时候可以粘，这还是有搬和加，所以这个关子远比我们目测的要大，它很大、这个关子。所以白棋我觉得先爬一个都比身上好，爬黑棋走，白棋都不会只有后来那点目。那当然这个可能是，如果说我们按照崔京的这个冒进的这个策略，就掉一个就可以。这要靠下来，这个要爬，我总能走着一个。而且这个棋呢，多多少少对围控以及威胁它还有一点点作用。哎，这个而走这个这黑棋不走的话，这靠下去也不知道黑棋怎么硬哈、可能粗略的一看是，这靠怎么办呀？反正是不能挖。这个局部本来黑棋有手有一个手段是挖，但这个被打了打了冲下来了。要打这个。对，长啊，不用冲也行，急也行。打这个。对，这个是一个。在黑棋有的时候是挖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个局面这个被挤就完了。啊、挤这个。挤的时候首先黑棋不能吃。就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这个角细了，拍点白棋在这儿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是可以细的，但这黑棋这边巨大无比，那现在只围了这么点肯定不行。那黑棋现在只能立。那立也没用了，立我断了一跑还是有冲。对。所以这就防不住了。对。那黑棋不能挖的话，黑棋就搬下面呗。对，这个挖只有在极特殊的场合下才能下。才能下。对，就是也就是说，这空间无限大。对，这里的损失，黑棋用这里能弥补过来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在棋谱里边是出现过极其少的时候出现过一次，好像只有一次印象。那如果搬这个的话，白棋最简单一虎黑棋也痛苦呀。或者我断一个。对，断可能刚才我也在看，可能有点味道。我就算虎黑棋也特别难受，连粘都不行。粘我这一扳我也是打一个几乎是免费的劫。你只能虎。然后呢，我这个地方我这，就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我虎一个你也很难办。你如果连是只能吃在这儿。这不有断吗？对啊，我就断，不知道我们要贴一个至少没问题吧？这贴一个至少没问题。所以黑棋这样肯定就垮了。对。这块棋真的就如可能对崔京他之前的臆想图，就这块棋很危险。再厚一点，这一跳可能打了一跳，真的就要死了呀。所以他是，如果说策略问题不大的话，他主要是操作上，具体的操作上是出了大问题。罪魁祸首可能还是这个小尖，这个尖应该能撑上这盘棋的败招吧？尖完，我觉得他这个棋是不是就掉一个？不掉被尖住了。哎，后来其实我们摆了有一个图，我觉得也还可以。哪个图？就是搬完之后加黑棋打是白又粘上，那被粘死了，不行。刚刚我们那个不是那个图，不是那个图，对对对，那个粘被粘死了，他就走不着了。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冲到加打是断走。这个断是没什么毛病的，然后虎走哦，是黑棋贴的时候，就是黑棋如果长的话，白棋是可以打完打来粘冲、这个冲变成后手，但是打吃的时候你不能粘了。那我贴这个，刚白是贴这个啊，对，实战就贴这个，然后黑贴这个啊，对，你说这个粘，白粘这个啊，对对对，这可以，你这个比这可以哈啊，对对对，我以为你说这个时候就粘呢，因为实战是下到这里嘛，是贴的时候黑的反贴，不然这里是有断，明白了。我当时理解成你说的这个时候就粘了、我说这被粘就死了。对、这个、但是如果贴一下的话，刚才我们判断是可以的，黑棋只能挡住。因为这两下交耗完之后会让自己气变长一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他也不肯。不肯，因为这个被挡住之后呢，基本上啥走到的也非常有限，然后外面就有点薄。那这个打完之后。这主要这等于说被打了一下。打完这跳一个这空。对，他肯定比实战强多了。这空不大吗？但是他不肯应该是。不肯。对。那结果论肯定是这样，这也好多了，比实战好飞了肯定。但是，所以我说我估计他读秒了。实战是给黑棋下到这一线，这底下是一二三四五六，其实就这四目棋，八就这一二三四目，八目现在啊就是四目，基本就这四目。那就是说这个图对比实战黑棋多了四目棋，对，但是白的上面这多了十几目，那这样下完，那这样看结果的话，应该是白棋好。至少也不也有的一收，这至少对。而且实战白棋也是后手呀，这也是后手，先后手也没差。是，那为什么不选这个？他就是应该是读秒晕了啊！就我觉得他就是发力过猛导致的结果。就这盘棋，感觉崔京就一直瞄着这块棋，一直紧紧盯着这块棋不放。他之后选择这个长，然后加上这个顶的先手，他要这个顶的先手嘛？对，也一直是在想着怎么威胁这一块棋。有点就是掉进了这块棋的，直到最后这个小尖念念不忘，一直要杀这块啊，就一直要这块棋。
最后太残酷了，连这既然黑棋站到这儿还没有办法，又去收官去了，那肯定就白浪费心机了。如果像这样的话，黑棋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不输啊，甚至应该可以点点目，我可以点点黑棋挡这个。嗯，其实这样很简明啊，后续好像官子也不是很多。哎，那如果走完这样，是不是可以都可以考虑冲出来了？是他这个不知道比谁好多少。啊，这个子就不要了，因为这有俩有俩子了。冲了冲，这黑棋是不是都唬不住啊？唬住可能是真的要死棋了，唬我就断。这样呢，你打吃了冲了断，我就算打吃了一退，你如果吃的时候我一跳可能都死了。所以黑棋大概只能长，是在这儿吧？这个子儿是在这里。你一长我一冲，那这样白棋我估计哇，那这是我估计白棋也赢了，这打了这冲了多少目下来？杨老师这个说的对，这个应该是白的赢了。一二三四。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但是后续白棋也围了一些。那个，但那个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后来围了八。嗯，这样我们可以简单判断一下嘛。黑棋这个地方大概是往里能跳一下。嗯，白棋这个地方就稍微有点薄，怎么补一下这地方？如果算尖住，要白棋猴一个，猴它尖在这儿了，猴它不会让、哦、跳，还是跳是吧？跳是并能防住吗？并跳的时候我尖。你跳并我跳吧，跳还是正义一点。对，实在不行我们就以点目为准吧，主要还是看一下，只要不死棋，这个就下的俗也无所谓。这样我觉得白棋肯定比后来好。我们简单点一下，这个扳尖后手嘛，只能算双猴，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五，这个地方有点潜力，算你二十七目左右，了不起的潜力啊、这可能不止定下二十八三十三十九四十一四二四四十六。五十六、五八、六十八、六十九，这个地方先不点。黑棋六十九目啊，这白棋有个子吧？哎，有子吗？没子。这里还没吃吗？吃了吗？看一下啊。没吃呢，对，没吃。哦，还没有吃。对对对，后来。哦，还没有吃啊。嗯。那黑棋先该黑的走。对。那黑白棋。那白棋可能会吃这个吗？这俩搞不清了。哦，对，这还没吃。不，但这样我觉得，刚才我们黑棋六十九嘛，白棋这地方是一二三。嗯十、十五、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一、二二、三、三十三，白棋六十五。当然这一吃的话，黑棋就不是六十九了，是七十多。那就盘十盖白棋下，可能也比他后来要稍好。盖盘十盖白棋下，嗯，那也没有想象中白棋赢了哈。对，但就是他这一串总体来说还是亏了。对，因为他最后结果是围了这点，这个被挡了嘛。哎，不过该白棋下的话，白这个扳粘巨大，后来被黑棋扳粘了。现在是该。黑棋了，因为白棋冲过来嘛。黑棋吃这个。对。你刚刚算盘石是算了黑棋吃这个吗？对，黑棋算了黑棋。那吃完这个该白棋走。对，但是这个地方不确定太多了，比如说白棋一扳能增加多少？嗯。黑棋还欠着嘛，这还有跳。嗯。所以这样我觉得至少是一个细细绝密，后来肯定输了。嗯。这场走了半天，肯定输了。嗯。嗯。这样白棋先收。先收的话还有很多官子，那个扳粘就很大。对，那扳子粘差了就眼见的六目，加上后续的，主要是这个地方后来六到八目，啥也没走着，对吧？我看对比一下实战，实战是走的是长，长这个挺顶，对。黑棋接完一走，他后来又虎了一手。对，这样，这样等于中央啥也没有了，这个暴亏这一串。这虎一个，好像也没啥用。对。嗯。白棋现在是虎的这个，被黑棋虎。嗯。对，等于中央啥也不剩了。然后这时候黑棋还争了一个先手，这边尖了一下，哦，尖完长，尖完长，尖黑棋退，白棋长，长这个，黑棋长的白棋下哪？哦，白吃那个去了，那还能好点儿，但是吃也亏太多了。就算是白棋这个，这没有子，这没有，这没有挡，没有挡，对。黑棋走的是什么？白棋吃了一个，现在白棋吗？对，白棋吃了一个，白棋还交换了一手。啊，对，白粘这个，我找不着了。哦哦哦，这个吃比这个爬大是吧？
这俩主要是现在太薄了，本来的话爬可能也不小，这俩应该差不多吧，差不多，但因为现在变薄了，这个必须得走了。那对于黑方来说，黑方这 A 跟 B 只要下到一个，对，这盘棋就是如果白棋没那么薄的话可能是爬大，那现在因为自身不活，他只能吃，这又被挡了。总体来说这盘棋小于后半盘的发挥，对，比那个时候好多了，比那个我觉得崔金，对对对，崔金可能应该是读秒的原因吧，是，那我们在此也祝贺于之莹，在这一届的吴清源杯的决赛上拿下了首局的胜利，也期待明天以及后面是这个三番棋当中有更出色的表现，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再见。